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们要在小五的强项上打败他。就是你们这个节目组对女生没有什么照顾的吗？没有，我们都有，就他没有。不是，他不是一个对女生也好的照顾，就是放在小五这队，因为这是他的强项。 开始试了，你怎么有点自信？是什么？是我们在小五的那个击败他，你怕什么？小五的那个强项击败他，开始试起来。等于佛拳挑战，行，可以。硬核无苏，破佛来战。安排一下，我安排啊。 可以，第一棒、第三棒比较难，我选第二棒，先这样，先定啊。然后第一棒的话，我就换过来。第三棒你收尾。你话不是说都一样吗？我们这个是要的是稳，你嘛哪怕慢一点点。你压轴肯定赢。但是会不会我压轴，他们就把球比赛了？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怕不怕？ 难度加大了，有完了！哇哇！哇，这浪能冲起来啊！浪好大，本来就不够的平衡，现在雪上加霜了，这才够硬核，兄弟们！他第一棒很厉害，那你来吧，好，来吧，我最菜，我对他吧。好，来，大家准备，加油，欢哥，加油！乌苏硬核挑战，现在加油，一雪，开始。 追追追追！哇，胖哥好稳啊！耶！胖哥别得意了，别意了，走！哇，胖哥这么快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平稳平稳。完了，他们怎么那么厉害？啊，好紧张啊！ 方向看右边，看右边。去哪儿啊？你去福州了。看右边。他得慢慢的，对，回过来了，他慢慢的来。看欢哥的路线。 哇塞，欢哥这么快啊！欢哥完成第一个八，哦，好厉害！我是不是挺背了？对，我推你过去。哎呦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一血。好好好好，拿着你的马达，摇过手边。哎，没事，快起来！没事，快起来！你来，你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了，等一下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不能这样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鹏哥，鹏哥别捏！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快点！求稳，求稳，求稳！ 你确定？双击，拿棒子，拿棒子，拿！快，泡在手里，泡手里。走，爆！加油，加油！你这是水里的福尔特。 刚才这优势就没了？哎，没事，没事，还有机会。
小五完成第二个包，快点，加油！完了，阻止不了。 真的很努力，他其实很紧张，好棒啊，好棒，我好想说，其实武艺抓绳子的那个手跟脚其实是反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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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太轻松了，他就这么回来了。这不是艾碧想起来，他起不来，他努力再起来。稳住，别掉就行。这不算吧？你这是干嘛？来来来你起来了吗？扔过来，扔过来，扔扔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小五这样叫不行。我下来。我没想到小五居然来这一招。来，走。加油！哎呀，老师，我这个手柄在震呢，快没电了。太重了，看左边。我觉得我们赢了。五一要上岸才算啊！我去捣乱一下他。把他解开，救救！救救！把他解开！给我！快把那个接过来！你敢使坏？你敢使坏？不要！我不喜欢。加油，五一哥，到岸就